在大环境的影响之下，二手车的买卖成了一种社会趋势，使得消费者优先考量，除了价格亲民许多，同时也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。在台湾，有一间充满人情味与优质服务的中古车买卖专业销售顾问公司，不仅带给消费者绝对的诚信与优质服务，更将美好关系建立在汽车顾客之间，带您遇见命运中的那台汽车。我们很在乎每个顾客的体验跟感受，那从买车到卖车都秉持了美好关系的核心价值与态度，那让每个顾客呢，其实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，甚至在从客户的第一通电话接起来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已经开启了美好关系的旅程哦。美好关系因为有你，就是这样来临的。一路跌跌撞撞才有了今天的地位，拿了金商奖，受到肯定，一路上家人与事业伙伴的不离不弃很令他感动，也因此他比谁都还要重视员工的感受，也比谁都懂客户想要过上好生活的感觉。因为每一个伙伴呢，身上挂的名牌其实不是他的名字，而是我们的美好关系。我们有这样的共识呢，就会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客户。我们其实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的 Men's Talk， 那这个 Men's Talk 呢是一对一的，我会把我单独的时间留给我的伙伴，那会不管是他的生活、他的业绩，或是客户有任何我们可以一起协助面对的地方，我们一起去解决它，一起创造品牌的美好。度过的不一样的夜晚，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中古车的美好。然后我们真的是把聚焦放在我们的客户。我们经营欧系的品牌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，所以在车辆的购入前的准备呢，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专业。我们包含到售后服务，到后续交完车以后，我们可以推荐他加入一些俱乐部，或是跟一些社团的人去做互动。所以跟我们买车呢，不是只有买一台车，而是买到这台车如何开始生活，然后开启更多不同人生的美好。因为其实购买中古车的过程啊，其实会很多的考量。今年呢，我们有针对女性顾客提供全台第一个专为女性服务的中古车平台，让女生呢可以不用来到现场，在线上就可以咨询跟了解什么是适合他们的车子。当然还有一些客户可能不方便出门呢，我们也提供到府赏车的服务。最后最后最重要的是，当客户在买车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透过精算这台车的折旧跟最佳的换购时机，让顾客知道他买完这台车是很少压力的，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选购到最适合他们的车，省下荷包，品味生活，就在美好关系。我们每个月还有一次的美好公益日，让我们全部的团队呢可以热心参与环保与公益，用双手传递温度给弱势族群，让团队呢以卖中古车为荣。我想这是我们团队团结最大的力量。我们也是第一家中古车商啊，能够得到73届的金商奖优良商人。我们代表了中古车行前进总统府接受表扬，这是对我们很大的肯定。未来我们要让每一位客户呢都能感受到美好关系的温度，用聪明购买到好车，
一起让家人享受中古车的美好，成为第一信赖的中古车品牌。美好关系，因为有你。